送咗俾翻屋企人，佢翻咗铺头，或者佢觉得自己多啲嘢做，冇咁多嘢谂，个人冇咁辛苦啩。对唔住啊，连累埋你俾阿爸闹。 或者我并唔系你讲得咁无辜，或者我喺我阿爸阿妈心目中同你同上面根本就冇分别，一样都令到佢哋咁失望。或者啦，家姐啊，我决定咗。马田遗嘱嘅事，我真系唔想佢哋两个老人家继续咁担心落去。 我同 Terence 倾过，佢话佢一定会放过尚美，佢一定会对付佢。佢成日都会觉得马田嘅死系因为尚美特登唔报警而造成，所以我自己希望，好希望佢放低佢嘅偏见，咁我就算。你觉得佢呢个真系偏见？ 马田之前误会尚美同窝河有嘢，佢威胁尚美离婚唔分钱，所以 Terence 一口咬定尚美系有动机嘅。唔通你真系觉得佢哋两个真系有嘢啊？我信得个窝河唔系啲咁嘅人。咁咪系咯，尚美系知道马田因为有病，精神唔好，一时意思会咁讲，但总会有人会明白噶。佢点会想马田有事会冇命啫？佢会舍得咩？窝河佢唔会咁离谱。 亦都唔系男女关系咁随便嘅人，但一个女人未必系因为外边有个男人先至唔爱佢老公，佢对一个人死心就真系死咗心，冇话舍唔舍得。 出嚟噶啦！唔好意思啊，最近发生好多事，尤其是今日，一直都冇留意你几时出院添。小事啫，冇所谓。点解你知道我喺度嘅？我谂你在所阿 Joey， 佢肯俾我见你，所以先话俾我知你喺度。真系叻女，应该加人工啊！嗬，你又啱啊！你冇嘢嘛？冇。 头先俾阿爸闹过嚟啫，为咗你嘅成家何峰嘅遗产，乜嘢都好啦，都冇所谓噶啦。反正而家做乜嘢都好，我都坐晒噶啦。讲到尾，我都只系帮我自己身边嘅男人先会做咁多嘢啫。问心啊，大家姐同埋二家姐佢哋冇事咁做咩？ 将心比己，佢哋冇理由唔明白噶。佢哋唔系唔明白，佢哋净系唔认同你做嘢嘅手法啫。我知你嚟到呢一度系想揾我同我讲啲嘢，你讲啊。再难听嘅说话我都听惯噶啦。我净系想问你一样嘢：何峰心脏病发嘅时候，你系咪故意延迟打电话叫救伤车嚟救佢？ 连你都听到呢个传闻啊？连你都觉得我睇住我老公见死不救啊？你知唔知？我知道何峰出事之后。
我唔理你点对 Domini 咩，我只系想问你一样嘢：你有冇为咗不承受别人嘅遗产而变成一个见死不救嘅人啫？你答我有定冇得啦？ 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